韩国瑜是我们的不分区的第一名，那他其实当初我们就对他非常有期待嘛。那既然现在他也愿意找这个江启臣来搭档，那现在就是希望我们113席的立委这边是不是能够支持？我想，在野的联盟还是需要互相的一个支持跟力挺，才有可能有发挥民主制衡的角色。尤其在过去刚落幕的总统跟政党选举，其实超过60%的民众还是不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。但赖清德身为这个少数的总统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一定要在新的国会里面有新的气象的展现，民主制衡的力量一定要彰显。那尤其是院长、副院长要肩负两大重要的使命，一个就是捍卫国会尊严，一个就是朝野协商、调和顶赖的能力。相信能够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期待的特质的人，就会是我们最好的正副院长人选。我看现在传出说，其实副分检长要找主院长合作。我想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如果说真的有的话，那也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内部也许会进行先假投票的部分。那当然我们一定会到最后推出代表国民党团的正副院长人选，并且我们会寻求其他政党以及在野的支持。对，我之前是确实没有听说，那我也是跟大家一样，都是到昨天脸书po文之后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搭档。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好事，能够愿意出来承担。其实大家也要知道，院长、副院长他做的责任，第一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很多时间都要绑在这个议事主持。那再来，他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去做调和顶赖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服务的工作，这是一个荣誉的工作，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跟各党来做进行协商讨论的工作，这是需要维护国会尊严的工作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想任何人愿意出来承担，我们都给予尊重跟敬佩。我是有接到通知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已经跟他讲是说我今天的行程就确实比较满啊，没有办法前往。但是我也由衷的祝福他是能够在这一次顺利当选我们立法院的院长。党团目前都还没有开会啊，但我现在讲是说，就是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一致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也不希望任何政党跟政党之间有职务的分配。再次强调，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，在野联盟、在野的朋友要互相的合作，是理念、价值以及台湾民意的结合，并不是任何利益的交换。所以既然不牵扯到任何利益的交换，所以绝对不会有任何职务上的分配。我们还是希望多数的民众，2350万人，在过去第9届、第10届看到立法院是已经沦为到行政部门的立法局橡皮图章，民进党想要怎么过都可以强渡关山。而怎么样能够擦亮人民的立法院，并且重拾国会尊严以及政党之间调和顶赖的能力，我觉得这才是新的国会、新的气象。所以新的正副院长一定要肩负这样的角色跟责任，去好好的让人民的立法院重新擦亮招牌，我觉得这才是人民期待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。现在蓝绿各提各的，民众党的八席立委会不会显得自抬身价，最后变成空气票？这个专问，这个我不是民众党的议员，我没有办法带民众党回答。我们只想是说，既然国民党已经推出，已经。我们绝对会推出我们的人选。那既然我们的人选推出来之后，只要我们的人选确定了，我们就一定会，第一，我们党团的人一定都会支持我们的人选；第二，我们也会寻求最大的在野联盟的一个整合。这要不要问韩市长？我这个一定就是要问韩市长嘛，好不好？那韩委员啊，那我们只能讲是说，其实
立法院长、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跟我们刚落幕的总统选举比较不一样。总统选举是规定就是正副总统一搭档，然后大家只有投一票选择正副总统。但是其实立法院正副院长是各投各的，我们会先投正院长，再投副院长。那也看得出来说，现在党团就是韩委员如果说有意愿就是以搭档的一个角色，那当然他们就希望是说能够一起来参选，但是他也留一个伏笔，就有一个弹书说如果说民众党的朋友愿意一起来合作的话，也有思考这个互相搭配的空间。所以我们就尊重最后不管是韩委员、不管是江委员、不管是民众党的朋友，大家怎么样的私下沟通，或是怎么样的能够有理念上的结合，最终出来的人选我们会予以尊重。昨天我们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觉得还没有看到细部的一个状况，但是会让大家有疑虑是说会不会又是要把手伸到网络世界，尤其是之前有所谓数发布要推动数位中介法，而让大家觉得忧心忡忡，是要做内容的审查还是说做平台的控管，这一点应该要说明清楚。再者，谁来认定内容是所谓的认知作战，会不会又到最后又变成是假认知作战之名行言论自由控管之实，还是说把只要对于政府质疑的、对于政府怀疑的、有认为政府做不好的地方、批评政府的，都变成是认知战的一环？那这样子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言论自由的闲置？所以新的会期，我想我们会要求行政部门好好的说明清楚。那如果有超出言论自由的侵害的方面，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认同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、无重金属、无人工添加物、无410项农药、无香料调味剂、无防腐剂、无色素，七大保证、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